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来我的办公室搬物件。董事长，你是检方。这是搜索票。阮这着根据有人提供真侪有利的证据，证明天一集团负责人长期逃漏税，是掏空公司资产。检方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 因是真正假，如果不利的证据，还是讲只是想要套袂了，也够到底是谁出卖我？你是许英泰许董事长，是。这是范爷的股票，请你即马甲阮回去李清扬家。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我无做啥物违法的代志啊。靠等下。 你是要家己行，还是我叫警察押你行？没事，马上打电话律师，叫伊来跟咱会合。是。 科长诶，拄则纪亚婷虽然讲你会当交保，啊，毋过吼，因为限制你诶住所，所以讲你暂时无得出国，这点你也特别较注意诶。 我想应该真紧就要出庭啊！你跟我爸人拍去。这边检方的动作足大，因所得到的资料嘛真完整，照这个局势看起来对你较不利哦。虽然讲检方有查到，效果唔对，也毋过因煞无找到钱藏伫倒位啊。是安尼讲无毋对啦，啊毋过吼。 钱的去向，你嘛是要提出说明，你也无法度做出合理的解释，安尼嘛受罪啊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安尼我先离开啊。李生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泄露公司小白机密？当然是我啊。 而且公司的内销，我根本就接受袂到。上好是安尼哦，若无你的后果，恐惊足凄惨的。董事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绝对毋是我做的啊。徐英泰，你安尼欺负迄家员工，有啥物路用？这是我公司内部的代志，跟你啥物事？是讲你无代无志来遮创啥？ 你的秘书伫遮，无方便讲话，咱去别所在讲。你要讲啥，赶紧讲，我还阁有足多代志要处理。好，伊个，你物件自领知影，我倒伫遮问，是毋是你甲巧带走？哪有啊？ 我甲巧也无冤无仇啊，平常时我嘛对伊足客气，我真正毋知影，伊是安怎会向安尼问？我知影，警方已经掌握你逃漏税，甲掏空公司真侪不法的证据，干那差钱了。你上好老实甲我讲巧的迄咯，啊，若无我保证，警方真紧就会收到最后一部分证据。 原来是你去检举啊！这么侪年来，你只是处理一个公司外汇代志，加加是拍卖的名义做公关尔，你根本无可能将公司的消。你真正想不了解我，今麦我都老实甲你讲，当初伫个公司主管的电脑内底，肯定甲指令爱买相片的人，就是我。 岳父知影技术，我嘛拢会晓。你应该袂记得我，我甲岳父本来都是同学，你根本无清楚我的弱点。遮侪年来，我伫个公司的效果。一开始我是甲你结婚了后，感觉生活上过无聊。啊，不过后来我发现，你逃漏税、省钱、乌西，你的行为真正上过离谱啊！
我就一条一条甲伊记录落来。即马我的手头已经掌握你真侪不法的证据，保你阿尊是安怎剑锋，伊会有这么啊详细的相簿？我交给伊的相簿，若是印出来，应该比你搁较悬啊。徐英泰，你阿尊我做你的太太三十多年，都只是头壳空空，在享受荣华富贵。我警告你，我的手头搁有真多你袂记钱的代志，我若是全部拢交出去，你绝对就凄惨的。用巧的安慰，我最后一部分证据应该无算过分了。李奎，你真正是足超过，我对你到底有啥唔好呀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将你当作是家己人同款，想袂到我竟然是情妖界夹宝的。你早就准备要甲我创空啊！你家己人太家己人啊！你徐英泰，你叫人家创啥？要拍我干妈先？巧的代志，你上好讲好清楚哦。巧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我不准你伤害伊。啊，若无，我昨天帮你耍。啊，问题是，我无将巧带走啊。李辉，我知你冤枉，也毋过我都已经甲你开，叫你是来客户，你阁无满足，竟然阁要安尼侮辱我、重伤我。我是毋是侮辱你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惠弟，我只要看到巧，我保证绝对袂将最后一部分证据交予警方。要安怎做，你家己考虑清楚。不当的，我已经掌握确实的证据。再者，车一台车的车胎痕，是甲弄死赵应新、弄伤詹小飞，是同一台车的车胎痕。而且，一台车是你用的。什么车？我真正不知道你在讲啥呢。伫台湾登记了的名下，敢一台车尔，即马就放伫车库内底。你若不相信，咱去看，绝对不是像你讲的什么肇事车辆。你别搁假啊！那台车的车主挂你手下的名，驾驶我要行政逮捕啊！而且已经转做污点证人啦，我真紧会当给你吃免钱饭。徐英泰，你竟跟我讲笑话了？阿那伯，你们若是因为教唆杀人后关起来，我一定给你规个输赢，我要去。予你剥削，剥削剥削！你卖掠出讲，你有美国国籍，你都会无代志哦。美国查税够较厉害，到时阵我若是把所有资料都提交予伊，你就永远无法度翻身啊！你现在真要紧俏，严哥会能挨讲，伊即马平安无代志。严哥，你若敢将我金钱利用，条件好，我能挨保证，你以后永远拢看袂着伊啊。徐英泰，你们记不记住这个梦想？无啥啦，既然俏。我伫个徐英泰手头，等去别个所在继续做，咱先来走。请问你今仔日敢有做股票啊？啊，你看起来是无嘛？这个表示讲，你将来证据还阁无够侪啊！等你手头的证据有够侪了，才阁来吼。啊，非得我等下人交保尔，
我若限制住居啊，绝对袂走的。嗯。英泰，咱是阿爸呢，有啥物代志，你是爱甲我讲，袂当问我哦。啊，无啦，真正无啥物代志，吼，你放心啦。我还有一个电话要打，我先处理代志，吼。